好，走，开始。麦克风开启。不，这个以来，我们大侠，酒保又用不着打，我这边。炸弹，炸弹。啊，这个我们都做完了。哎，有有，下面有，下面有啊。你抢过来之后靠近我一下。抢到了吗？把我打死了。Oh shit. 去楼心花那边，你想多少楼都打不了。
啊，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地上那个的枪攻击力很高的。哦，那里有怪。等我哦。今天运气不错，什么都看到。把罗星花打一下吗？哎，有人在打罗星花，把罗星花也打一下吧。在我这儿，尼玛！我拔刀姿态，变成那个，哎，他隐身就脱战了，哎。抢到最后一下，有额外一个铁币哦。
词了。哎，还竟然真被他们说准了，我操！罗星华是最罗星华是最后一个。这趟差不多全帮助，等待了我真不知道南天国铁壁现在有个屁用。啊？南天国铁壁。可以抽奖用转那个大转盘。呵呵。呵呵。你应该说南天国银币有什么用？银币有什么用？现在一点用没有。哎，卡麦。他只能换那个报告牌，其他什么都用不了。呵呵。武器提炼用的是提炼石和香水。我要把圣母这脚放，不然的话卡死。把麦关上。
我操，仇恨在我身上，哦天哪，你们在逗逼吗？你们是猴子请来的？哎呀我挂了，哈哈，哎，你身上有没有九转还魂符队友啊？哎，你帮我复活一下，哎，我先帮我复活一下。哎呀，哎，我的小猫咪。哦，耀眼的恶女战利品啊！封印的火山腰带，那个是啥东西？我听不到你说话。飞鸟，红色的吗？Hello， 你不能说话吗？还是你出去吃饭？这里应该有个 boss 刷出来，怎么还没走过？早了，先去把这个黑枪族任务做掉了。这就有。哦不不不，把小 boss 打，边打小 boss 边打这个嘛。哎，说下去。今天早饭吃了是吗？手抓饼。你怎么天天手抓饼？你不会吃，锅贴什么的？我三天换一次。三天换一次。没流血啊？没流血怎么的？我操，暴击防御很高吗？你看我就这样输出。这什么呀？
会是一个咆哮式的一个角色。对。就我们两个在打，就几个人在打。连个召唤和刺客都没有。拔刀就没停过啊。好走。冷禅之活性才。这是高级的药。快过来，快来，我这边，别走错路了。哎，你人呢？快过之墙，八宝这先别管，有没有？有就行。
个破武器，他妈的！那个一直都是你。我还差十多个，你想走啊？好吧，只能用点常规的那种。还差五个，走，我们先去那上面。希望那两个 boss 没有被人杀掉。呵呵呵。还差一个，走走走，打 boss 去。你知道这 boss 怎么逗逼的打吗？先把小号打掉就行了。好，这时候就可以不用打了。这时候就不用打，可以跳上去。你绕着它转一圈，然后变成拖站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绕着它转一圈，变成拖站就行了。啊，你在那边等，我在这边等。你到那个地方等，我在这里等。有了就说。好，我这有了，哎。哎，过来。好，回去。有。
这也太久了。好，都做完了对吧？好，走，我们飞出去，然后飞出去交任务，然后做四大本。还有一个木头果妹还没做完。哪个？第五班。啊？第五班还没做完。黑龙帮啊。第五班。第五班，我怎么做完了？哦，对对对，还有个古摩多，走走走走。木头果。克隆吧。我操，九宝把我盯上。九宝在边上。我说九宝把我盯上，木有啊？我操！九宝大诺伊，哇哇！是连腿打不过九宝的小石头吗？根本把持不住。把这引下来了。哦，我不行。哇！我去，你在这边干嘛？你用不着追这么远吧？你可以选择离开他，和我一起去打莫多谷。已经打了五万的伤害，这魔多谷一定要把酒保打掉才有魔多谷吗？莫多谷他不出来，你一定要是把酒保打掉才能出来。还是把酒保干掉。我记得用不着哎。给出莫多谷不出来一个。我记得莫多谷刷得很快。位置上算了，我先出去，先把任务交了。
哎，嗯，没有。你说把酒馆干掉才行，酒馆可能酒馆卡住了。那和我一起飞出去吧。啊，那不就跑？就飞门口，飞门口。那不如直接从这走了。啊，也是。还是你朋友来了？我女朋友来了。